国政办公厅在台北机场举行了记者会，说明这次亚洲国会议员联合会在高明今天召开的经过情形。古建邦在途经西藏时，曾经以世盟荣誉主席的身份觐见越南总统阮文绍。在今天，他并且和高明总国家元首郑兴龙诺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。